有一些其实我们都很想做，可是回到现实面，很多事我们真的确实做不到。哦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台湾的社会现在舆论非常多，万一我们用了谁，又说我们矫情。其实我们都想做，我们很多只是很单纯的表达，我们是怀念，但是可能会有很多人的解读不同。那我们为了避免说整个剧组或是其他演员的困扰，其实我们现在都很直接回答，我们会尽量避免掉这些问题，以免就说我很怕，因为这些都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，我很怕说我们在拍戏期间是不是为了什么其他目的，所以这些我们就考虑，我们还是不要再去有这方面的动向这样。其实是这样了，我相信各位记者，这个我也比较自豪的在讲，就是说，不管从我们角头一的拍摄来讲，那每一位演员，我们的角头都尽量从演员让他变成一个明星或是巨星。我相信每一部的代表作都有捧出一些不少人，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也特别感慨，有一些其实我们都很想做，可是回到现实面，很多事我们真的确实做不到。好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台湾的社会现在舆论非常多，万一我们用了谁，又说我们矫情。其实我们都想做，我们很多只是很单纯的表达，我们是怀念，但是可能会有很多人的解读不同。那我们为了避免说整个剧组或是其他演员的困扰，其实我们现在都很直接回答，我们会尽量避免掉这些问题，以免就说我很怕，因为这些都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，我很怕说我们在拍戏期间是不是为了什么其他目的，所以这些我们就考虑，我们还是不要再去有这方面的动向这样。